靓仔，靓仔，白球的每个击球点都是可以控制白球不同的走向。把目标球想成是一个圆心，就像一个俯视的白球。以这个球形为例，白球想往哪个方向走，就打白球哪个点位。高杆、中杆、低杆。接下来是加塞球，因为目标球距离袋口较近，容错率大，可通过偷点方式将白球走到对应的位置。先用中杆瞄准目标球中心，保持手架不动，将身位移动到对应的击球点上。高杆左塞，高杆右塞，中杆左塞，中杆右塞，低杆左塞，低杆右塞，支杆哇塞。Oh, that's good. 靓仔，实不相瞒，想要个赞。下课。